两双卫生纸798，嗯，啊，然后那代费是79800，是10万块呢。什么说什么律师费5万呢？啊，还有什么咨询费什么5500？他讲的还算算，他有拿那个复写纸哈，明细表啊，啊，明细表也不给我啊，是吧？都不免费说，金光纸不过金光纸，我请过一个做你当沙单，沙单啊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我们是在外面拿的，也不是在他的车上，啊，也不是在里面，他用切刀说，以后就用这样的来处理。对，害怕，这里一共有3笔是有那个有三笔有证据的，啊，没有证据的哦，警方不受理。这三笔一笔是798，798，还有79800，还有10万。啊，为什么要这笔10万跟79800？79800就是他要多劳动，多一百倍啊！哇，很多手帮你拿，多帮你拿，别这么发不出来，起码哈，没有这方面的规范，当那个那个枪还没有。啊，我之前我打算也是我老公，也有钱的包子。你要跟谁买这个股票？你要在哪一个交易平台买？哦，那个是我自己的事情哦。这就是诈骗集团的、啊，这不是诈骗集团啊，不是的啦。我现在这样看就是不是诈骗集团了、啊，你们很奇怪。你领那么大笔的数目，我是要去买鸿海的股票。你要去买鸿海的股票？我要买鸿海18张的股票，我要汇180万进去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你要汇到哪里去？那个是我要因为我的账户，我要自己去提款汇进去啊，我要分两次来提、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跟谁买这个股票？你要在哪一个交易平台买？哦，那个是我自己的事情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因为我们怕你被骗啊。路上认识人不分青红皂白就会，你知道我们上礼拜也是遇到类似的事情吗？跟你讲没有。